既然我们已经到了须弥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往须弥城，想办法见到小吉祥草王。说起小吉祥草王，我们之前虽然打听到的消息不多，但他不太像是当年带走你哥哥的那位神。不过须弥也被称为智慧的国度，如果能见到这位智慧之神，应该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。不知道须弥城在什么方向，我们要不爬到七天神像所在的那块大岩石上看看吧，就算看不见须弥城，至少也能找找附近有没有村子什么的。等等，你看前面有行人。太好了，这下就省了我们到处找路的功夫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外国来的旅行者，想向你问个路。难道是没听见？喂，前面的行人，不好意思，能向你问个路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明明听见我们在叫他，却对我们不理不睬的。哼，不过虽说他不肯理睬我们，但只要我们远远跟着他的话，应该就能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吧。到时候我们再向其他人问路好了。走，我们悄悄跟在他后面前进吧，别被他发现了。小瀑布旁边不见了，我们也过去看看。还以为这个山洞会是通往村子的入口什么的，看来是我猜错了。你看他在那边坐下了，该不会他就住在这儿吧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试着再向他问问路吗？好吧，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行人，哪怕他不太欢迎我们，只要能说服他给我们指个方向就行。好清新的香味啊，是从那个香炉里传来的吧？虽说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，但能沐浴在芬芳中冥想，似乎也是种不错的生活呢。你怎么了？突然脸色变得这么难看。什么香味让你感觉不舒服吗？可为什么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？你怎么了？振作一点。时间了，
你别着急，师父的知识很渊博的，既然说了他没事，那就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啊，你醒了吗？啊，太好了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这里是，对哦，之前你昏迷的时候我太紧张，都忘了问这里究竟是哪里了。这里叫化成锅，最早是须弥的学者们在雨林中搭建的临时休息处，现在这里主要由巡林员驻扎。你好，那个，我叫柯莱，是个见习巡林员。今天我和师父在巡视时刚好发现你晕倒，于是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。不用谢我，我其实没做什么。对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那是师父调配的汤药，刚才他在你昏迷的时候给你灌了一点。啊，对了，师父说等你醒来之后还要再喝一次才行，我拿药给你。柯莱，怎么了？是想拿药吗？都说过了，这些你别乱碰。等下我来处理吧。对不起，师父。唉，道成林试用训图谱就在公告板上，如果法伯德再记不住，就只能换个地方，贴在他脑门上，让其他人去提醒他了。就是，他这个月都吃坏两次了，我去好好说说他。但如果他就是喜欢眼前有彩色小人跳舞，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。不过下次再给他抓药，就得找他要钱了。怎么样？你好些了吗？这位就是我师父，巡林官提纳里先生，也是化成锅所有巡林员的上司。你失去意识的原因，我之前对派蒙解释过，既然你醒了，我就再向你说明一遍。须弥有些学派的学者需要在林中修行，他们会借助一种叫做林芬香的植物熏香稳定心神，进入沉思状态。你们两个为了问路，靠近了学者海拔下隐居的山洞，那时候洞里就正燃烧着这种熏香。熏香对大多数人没有影响，但它的确会刺激极少数人的精神。你就是这种情况，我解释明白了吗？那就好。接下来回答个问题，在倒下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？比如你还有自我意识吗？看到了什么东西吗？柯莱，你去通知一下其他人，让他们先不要把巡查日志拿到这里来了。啊？什么？因为这些天他们会暂时住在我的房间，我去阿米尔家挤一挤，照我说的做，快去吧。啊，是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情况是这样的，原本我以为你醒后再喝一碗药就可以走了，但现在我觉得你有必要待在化成锅疗养观察一段时间。疗养观察？你先别急，你只要是个明辨是非的人，听我说完就能明白情况的严重性了。从你刚才的描述看，熏香让你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幻觉，你的精神状况很不乐观。如果你还是没办法相信的话，可以闻一闻这个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和你倒下那时的感觉很像？虽说你目前神志清醒，可如果贸然让你离开，你很可能又会突然在什么地方失去知觉。雨林里有不少猛兽，也存在十分危险的区域，到时候可能就不会像这次一样好运了。这些天你需要每天按时吃药，尽量不要独自行动，直到你闻到这种气味不再感到不适，可以吗？你再休息一下吧，我去重新熬一碗药汤给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才刚到须弥，你就碰上了这种事。
我知道你想早点见到小吉祥草王，不过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严重，还是先恢复身体吧。喂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很担心你啊。奇怪，你是说你的身体状况吗？你是说你看到的那些树根和红色的天空？可如果不是幻觉的话，那些究竟是什么？嗯，好吧，你的体质特殊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可你刚才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缇娜莉亚？现在她误判了你的病情，你的情况不会越变越糟吧？哎，你的意思是，缇娜莉知道你看见的不是幻觉，却故意这么说来搪塞我们？好吧，我明白你刚才保持沉默的原因了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安心留在这里，一边恢复身体，一边想办法搞清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吧。不过直接向缇娜莉打探看来不太行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有道理，克莱对我们还是挺亲切的，明天我们也可以先向他打听一下草神和须弥的风土人情什么的。天亮了，走，我们去找克莱吧。好，接下来是右手。情况似乎还可以，不过还是小心行事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师傅，我还没拿到今天的巡林路线图。今天的路程很远，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去了，而且还可能会有那些东西出现在这条路线上。我明明也有神之眼，却没办法帮上什么忙。别说这种话，这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啊。你们来了，身体感觉还好吗？对，既然留在这里，我们也想稍微找点事情做。你们是这种闲不下来的类型吗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今天就让柯莱带你们去化成郭南边巡视吧。如果你们对体力有信心，七天神像的清洁也交给你们了。缇娜莉先生，我们已经准备完毕了。马上就来，我们先出发去林子里了，剩下的事就让柯来跟你们说明吧。是，交给我吧。柯来，我们今天都要做些什么？刚才缇娜莉说要清洁七天神像，但我没想到这也算巡林员的工作呀。其实巡林员的工作内容很广，检查道路状况，维护林间设施，排除火灾隐患，为旅客居民提供帮助。如果是师傅的话，还经常要去处理雨林中危险的区域。在我们到达七天神像前，先检查一下沿途的路灯吧。派蒙，旅行者，我们走这边，我来检查路灯就好，你们可以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异常。这两盏灯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这盏灯有些松动了，让我记录下来。好，这盏灯也没有问题。神像就在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，你们之前从这条路过来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它了。位置是不是有点高？如果你觉得爬上去比较勉强，不打扫也没关系，
是吗？那就交给你了。神像附近的空间很小，你在上面要小心一点。我也和你一起上去吧，我可以帮你打扫比较高的地方。对了，克莱，你知道草神是位什么样的神吗？你是问大慈树王还是小吉祥草王？大慈树王。难道说这是前代草神的名字？对，大慈树王是须弥的初代草神大人，他创造了雨林，在沙漠边缘建起防沙壁，大家这才获得了安宁的生活。在须弥人眼里，他是智慧、仁慈与无所不能的象征，但他却在几百年前的灾难中消失了。我听师父说，后来贤者们找到了新生的草神大人，将他接回了须弥。为了庆祝神明的失而复得，贤者们就以小吉祥草王称呼他，并让他居住在敬善宫里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我也不太清楚了。你也不清楚吗？难道说克拉你并不是须弥人？不，我是须弥人没错，不过是因为我们是陌生人，有些事情不方便说嘛。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关系，你不用在意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在隐瞒什么，况且你们对我来说也不算是陌生人。那个，你们也认识安博对吧？等等，你说的难道是？对，就是他。我之前在蒙德待过一段时间，当时得到了安博很多帮助，说是他改变了我也不为过。安博他真的很厉害，热爱生活，有正义感，不仅充满行动力，也非常善解人意，总是能像一团火一样照亮别人。在我看来，他是最适合做侦察骑士的人，因为几乎每个踏入蒙德的人都会先遇到他，然后被他的热情感染，爱上那片土地。虽然总觉得侦察骑士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这样，不过我已经十分深刻的感觉到了，克莱你真的很喜欢安博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好像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没关系啦，知道你是安博的朋友后，感觉一下子和你亲近了不少呢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也认识安博的？是这样的，我回到须弥之后也一直和安博保持着书信联系。他在信里讲过蒙德城遭到飞龙袭击的事，说有一个金发的旅行者和漂浮的伙伴帮忙化解了危机，所以昨天一见到你们我就认出你们了。不过当时因为旅行者刚从昏迷中醒来，我就没好意思提起这件事。原来是这样呀。所以请你们放心，我绝对是信任你们的。我也想多告诉你们一些草神大人的事，但我很长时间都没在须弥生活，而且也没读过什么书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，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报也很有价值，毕竟我们之前连大慈树王、敬山宫什么的都没听说过呢。能帮上一点忙就好。不过你们为什么要打听草神的消息啊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谢谢你们愿意告诉我这些。不用客气，毕竟我们是朋友呀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上面清洁神像吧。辛苦你们了，我去前面检查一下遮雨棚的情况，等会儿我们就在这附近汇合吧。我不太擅长攀爬，神像的清洁就交给你们啦。我去检查一下前面的设施，完工之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能和我再多聊聊吗？上面就是草神的七天神像，就像之前一样试着触摸一下神像吧。
仔细看的话，这座神像雕刻出的神明身材很小巧的样子。你说他究竟是大慈树王还是小吉祥草王？看这座神像的模样，倒是和这个名字挺相称呢。算了，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们以后总会打听到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擦。等一下，刚刚那是什么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对对，小小的，圆圆的，的确有点像卷心菜，不过明显是活的呀。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打听一下这种东西是什么。不过现在我们先开始工作吧，我飞到上面去，你就负责擦下面好了。神像已经清洁干净了，我们下去和柯莱会合吧。柯莱，我们回来了。辛苦了，你们爬上爬下一定累了吧，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。柯莱，你有没有在附近见过一种小小的有点像植物的生物？像植物的生物，如果是师傅的话一定会回答植物也是生物吧。好神奇啊，听起来就像是小朋友们经常说起的一种幻想生物，下次我帮你们打听一下。哦，你们饿不饿？我带了水和食物来。好耶，是什么好吃的呀？有什么关系嘛，克莱又不是外人，再说了，食客的热情可是对厨师最好的赞美呢。今天我带来的是一种巡林员常吃的便携食物，叫做口袋饼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。糟了，掉在地上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在食物外面包了好几层油纸，应该没有弄脏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真是太好吃了，克莱，你的厨艺真好。幸好你之前把每块饼都仔细包了起来，要不然我肯定会心疼的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不过既然你们喜欢，下次我给你们抄一份食谱吧。放心，我会把烹饪要点写上，你们很快就能学会的。谢谢你克莱。真难想象像你这么认真的人竟然也会有毛手毛脚的时候。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吧。不过缇娜里对你是不是管得太严了一点，东西都不让你碰。我也偶尔会在飞的时候碰到桌上的东西，但他从来不会怪我，毕竟谁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嘛。不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们和师父相处的时间更长一点，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。我听前辈们说，师父来自一个很古老神秘的种族，他们一族都很聪明，大多有些孤僻，但师父却是个很热心肠的人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教令院吗？好像是叫做生什么派来着。总之，因为师父对植物很有研究，那个学院的贤者还好几次写信来让他到教令院去任职，不过却被师父以须弥城太嘈杂对耳朵不好为由拒绝了。对吧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总
总而言之，师父明明可以去教令院，却还是做了巡灵官，每天都在为雨林的居民们提供帮助，也会教给下属们各种知识，就连口袋饼的做法也是师父教给我的。真的吗？这我倒是完全没想到。不过这么说来，昨天缇娜里发现你晕倒后，倒是二话不说就对你实施救治，也是他把你背回化成锅的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爽，因为他整整一路上都在拼命数落我呀。真不好意思，这件事可能是师父不太对，因为派蒙当时不停在喊怎么办，他是不是要死了，怎么劝都没用，把师父给惹毛了。喂，可恶，你不要笑啊，我还不都是因为关心你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连克莱也……气死我了，我要报复你们，看我把你们的脑袋都揉成鸟窝。别碰我。克莱，对不起，那个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刚才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。克莱，你还好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吓了你们一跳吧。对了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们赶快回化成锅去吧，师傅他们也该回来了。刚才到底怎么了？克莱他不要紧吧？他走得可真快，现在都已经看不见了。旅行者，你们回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看到克莱了吗？克莱啊，刚才看见他回房间去了。这样啊，看来我们只能明天再去找他了。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，也没有想通克莱他到底怎么了。不知道他现在心情好点没有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是你们啊，我正准备去找你们。咦，缇娜里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克莱他人呢？我过来看看克莱的情况，简单的说，他病了。昨天我的错。不用担心，你这小家伙还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。克莱的病是救急，但实事求是地说，你们来后这几天，克莱的确有点兴奋过头，忽视了自己的身体状态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毕竟他已经很久没见到朋友了。缇娜里，克莱他究竟……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，他刚吃了药睡下，这里需要安静。
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继续之前的话题吧。其实直到刚才克莱和我说起，我才意识到原来你就是那位蒙德的荣誉骑士。你在离月和道奇的其他义举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我要声明一下，我把克莱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跟你们的身份和过往经历无关，而只是基于一个理由，是克莱拜托我这么做的。说实话，我个人并不建议克莱把自己的过往经历也告诉你们，但克莱却对我说，你们把他当作朋友，真诚地对待他，所以他也应该这样对待你们。伊纳里，克莱他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你刚刚说是旧疾，他难道已经病了很久了吗？对，其实克莱从小就患有一种叫做魔灵病的疾病。魔灵病？这是一种须弥独有的病症，因为患者身上会出现灰黑色的鳞片状组织而得名。一开始患者只是感觉皮肤发生变化的区域有些麻木，可随着病情发展会出现力量减退，手指和脚趾偶尔丧失知觉的情况，最终患者将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彻底失去行动能力。听起来有点可怕。等等，难道说之前克莱有点毛手毛脚的感觉，其实都是因为……对，是魔灵病的影响，所以我让他尽量不要拿东西，避免伤到自己。如果治疗方法得当，患者的病情发展能够得到有效控制。遗憾的是，魔灵病至今尚无法治愈，但曾经却有人骗克莱的母亲说，有根除魔灵病的办法，让他把女儿交给了一个叫做愚人众的组织。什么？愚人众？看来你们知道愚人众，这样正好，省去了解释的功夫。总之，把克莱拜托给我照顾的人说，克莱被送到了名为博士的执行官那里。我不知道博士是怎么做到的，他的魔灵病的确在那些年被完全遏制了，但在愚人众那里的日子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。虽说他很坚强，也一直努力表现得开朗，可直到现在他偶尔还是会对他人的触碰感到畏惧。原来克莱之前经历过这么多痛苦的事。对了，派蒙，克莱让我告诉你，他很抱歉昨天吓到了你。此外他还说对不起，一开始对你们隐瞒了病情。这不是克莱的错，他不需要道歉。嗯，这些话我希望下次你们见到他时能够亲口告诉他。他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没有获得友谊的资格，请你们不要让我的弟子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。提纳里，你放心吧，还好不算太严重。这次倒下主要是因为这两天体力有点透支，现在已经吃了药，再休息一下就能好转。不过他刚到化成锅的时候情况的确要比现在好不少，那是因为他对巡灵员的工作感兴趣，也很想学习知识，我就让他加入了我们。最近他的精力下降了不少，虽说应该保持适量的运动，但远途的巡逻已经不太适合他了。好了，克莱的情况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，现在我要去给他采些药回来，就不多闲聊了。对，提纳里，我们也想为克莱做点什么。嗯，也行，不过因为雨林里很危险，旅行者也正在恢复中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在途中听从我的指示。我们明白了，走吧。我们要去采集的是一种叫做月莲的植物，它对魔灵病患者恢复精力很有帮助。提纳里，我们要去哪里找这种植物呀？月莲在雨林分布很广，化成锅附近也是主要生长区。听起来好像应该到水里去找。对，月莲是水生草本植物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朵浮在水面上的蓝色大花，还挺惹眼的。但其实它的花很小，周围那些像花瓣的东西是叶片和花萼。另外，很多须弥植物不能够只听名字来判断它们的种类。比方说结波莲，就是一种藤本植物，
须弥蔷薇其实也不是蔷薇。好吧。贸然和缇娜里讨论植物，是我僭越了。这就是旅行者平日里的生活吗？感觉又多了解了你一些。雪纷飞，这附近应该就有月莲生长，我们接下来就分头寻找吧。你们只要帮忙采集四颗就可以了，等采到足够的药材之后，我们就在这附近汇合吧。已经完成任务了，让我看看。品质都很好，你们选的不错。你们野外探索经验丰富，的确帮忙节省了不少时间。看来我们接下来还能再去储备点其他的药材。喂，缇娜里先生。缇娜里，那边有人在叫你，看服装似乎是巡林员。确实是熟人，是阿米尔他们，但他们不是才刚出发没多久吗？怎么这时候就回来了？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缇娜里先生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你了，我们正准备回化城国找你呢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刚刚发现死玉了。死玉？今天你们走的这条路线应该是一周前刚彻底清理过才对，竟然这么快就又出现了，具体位置在哪？就在前面的河谷深处，因为这次出现的地方几乎把河谷狭窄的区域都堵住了，
所以我们就赶快回来找你了。半径呢？不好意思，之前看的不是太清楚。今天我们队里的人都没有神之眼，而且我们感觉他可能还在扩张期，所以没敢靠太近。嗯，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我马上就去处理。哦，你们就先带他们两个一起回化成锅吧。等等呀，缇娜里，为什么突然要让我们回去？哦，你们才刚来到须弥，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。在须弥的雨林中，有些区域会出现一种独特的异变现象，那些地方叫做死域。死域不仅会使植物枯萎，也会夺走动物和人类的生命。如果没有神之眼的话，可绝对不能贸然靠近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之前告诉你们，雨林中存在十分危险的区域，并不是危言耸听。只有拥有神之眼，也就是能驾驭元素力的人，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抵御死域的侵蚀。是啊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巡林员来说，发现死域后会先记录下位置，然后交给缇娜里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处理。毕竟只有他们才能深入到死域内部，找到消除死域的办法。可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神之眼的样子。你们放心吧，他虽然没有神之眼，但却是使用元素力的老手了。哦，这么看来，关于你的那些传闻都是真的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好吧，那你们就跟我来吧。我们一般会在旅客离开化成锅时再教给大家辨别死域的方法，不过今天我可以带你们去实地考察一下。雨线难化，不要再向前走了，仔细看远处。远处啊，那边看起来灰蒙蒙的，植物好像都枯萎了，空气里还有一些灰烬一样的东西，我感觉有点害怕。那就是死域。旅行者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死域的内部了，在那里能够找到死域的症结所在，只要消灭了它们，就可以拯救这片区域。谢谢，不过你之前没有处理过这些事，不要勉强。即使你有元素力，在里面也一定会感到非常不适。如果支撑不住就出来休息，毕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先去找那些维系死域的枝节。做得很好，所有的枝节都被清理掉了，
接下来就能去处理死玉流了。起舞吧，以断罪之名。小姐，如果你倒下了，我雪纷飞，雨线难化。现在把死玉流破坏掉。成功了，周围又变回郁郁葱葱的样子了。多亏你的帮助，才能这么快就让这里恢复正常。缇娜里，虽然你话是这么说，但总觉得你并不是很开心。有这么明显吗？哎，好吧，因为最近死玉出现的速度明显变快了很多。即使像我们刚才那样消除了一片死玉，很快又会有新的死玉产生。如果只是我的工作因此变多，倒也没什么。但是死玉的状况会对雨林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。就比方说，即使我们刚才让这片区域恢复了正常，其中的植物也无法全部重现生机。目前雨林里已经有多种植物的数量严重下降，而植物的数量变化也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动物。雨林的生态正变得岌岌可危。另外，自从死玉的情况开始变糟，克莱的魔灵病也变得严重起来了。具体的原因还不清楚，不过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教令院熟人的来信，他告诉我的确有许多病人都有相似的状况。据我所知，没有死玉已经在须弥存在了上千年了，而且它的诞生来自这个世界更深层的地方。你听说过世界树吗？世界树就位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深处，虽然它并非生物学意义的树，但你可以大致把它看作一棵倒着生长的大树。你应该知道地脉吧，它们就像是世界树的根系，在地底纵横交错，从深邃的巨大空洞一直延伸至地面。地脉会不断吸收这个世界的记忆，世界树中也汇集了世间从古到今的全部情报与智慧。草神之所以也被称为智慧之神，正是因为他的意识连接着世界树。草神的力量其实也可以说是世界树力量的一种体现。死玉的出现其实是世界树的疾病。对，很久以前我的祖先从大慈树王的眷属那儿得知了这件事，但那些神秘的生灵也不知道要怎样治愈世界树。我们寻灵园恐怕还要长久地和死玉战斗下去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吧。既然这里的事情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化成锅吧。缇娜里先生，你们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们之前发现的那片死玉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放心吧。
那个是……糟了，是海八象。啊，缇娜里，你怎么了？突然就跑了过来。这只鸣彩鸟是专门为海八象传递紧急消息的。你还记得海八象这个名字吗？就是你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学者。原来是他，他出什么事了吗？我看看信上写了什么。你的表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古怪？让我也看看。上面好像只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。我来解释一下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我们从海八象那儿带你们来化成锅后，他就重新开始了冥想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刚才了。他已经将近三天没吃东西，但又忘了提前备好干粮，所以让我们赶快过去救他。什么？他竟然一直在那里坐了这么久？哎，不对，你是怎么从几条线里看出这么多内容的呀？当然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，上次他画了五条线。算了，我不太想回忆当时的情况了。海八象现在的情况应该还不至于太糟，但还是早点去看看他为好。我这里有些应急的食物，你们能帮我给他带过去吗？我们吗？可是海八象那里有零分箱，他会不会又出什么问题？现在你再来闻闻这个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已经不会再难受了吗？真的吗？缇娜里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已经痊愈了呀？在他帮忙清理死域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草元素的能力，当时就知道了。在我和你们说起世界树根系的时候，你当时是不是在想，那些东西听起来和你的幻觉很相似？对，那些并不是幻觉。不过我不打算对之前的谎言道歉，因为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对于虚弥乃至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我的祖先曾受过大慈树王大人极大的恩惠，我们立誓与他一同守护这个国度，所以我有责任确认你是否值得虚弥信任。但现在你已经用行动获得了我的尊敬，因此我认为不必再对你……其实那时候你的意识连接上了世界树，看到的是世界树中的记忆。不过更详细的东西去问问海八象会更好，因为无论是冥想还是零分箱，都是为了让他能够与你做到同样的事。可是他真的会回答我们吗？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们说。那是因为他现在正处于特殊的修行状态，要尽量避免和他人交谈。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。拿着这些，这是给海八象的便当，应该能救个急。这里还有一些食材，你们也一并带去吧。这个信封里是我写给海八象的信，只要给他看了这个，他应该就会解答你们的所有疑问。不用，我才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天的帮助。海八象应该还在山洞里吧？我们快进去看看他的情况。海八象那边就拜托你们了，我先去给克莱熬药。我们采回来的月莲趁新鲜入药才能发挥最大功效，放心吧，克莱吃过药之后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海八象应该还在山洞里吧？我们快进去看看他的情况。里面怎么没人？难道他出去找东西吃了？我去附近找找。
原来你在这里。啊，海巴夏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好饿啊。水。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直接吃东西，我们先出去给他找点水来吧。等等，外面怎么突然起雾了？我们出去看看。好饿。怎么变成了这样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说的对，那我们在附近调查一下吧。形随神至，该行政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围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？
古怪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有点不安。该行动了。剑就和茶一样，旅行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深渊使徒？喂，你们在这个奇怪的地方搞什么阴谋？奇怪的地方，阴谋。这些事你还用不着知道。侍奉深渊吧，起舞吧，现身吧，奥斯卡。别等，审判。完全没办法打败他。你明明之前已经和这些家伙战斗过很多次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旅行者，就算你之前曾无数次从危机中生还，好运也总会有用完的一天。是时候认清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了，哥哥。旅行者呀，旅行者，你究竟是没察觉到真相，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呢？王子大人早就抛弃了你，你的存在对于王子大人来说只不过是颗碍眼的绊脚石罢了。你追寻的亲情早就已经不复存在，你的旅途根本毫无意义。不过你用不着烦恼了，因为今天就是你的葬身之日。怎么办？外面到处都没看到海拔下的踪影。啊，原来他在这里。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好甜啊。嗯。太好了，他还有知觉。哇，你怎么把便当掉在了地上呀？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，都有点不像你了。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先把他救醒再说吧。
么放着这么多水果？哦，对，这些水果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是缇娜里吗？海巴夏，你不用担心，是缇娜里让我们来给你送食物的。你看，这是他给你的信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是缇娜里的朋友啊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多亏你们及时赶来救了我，还带来了这么多水果。不，这些水果不是我们带来的，刚才我们进来时就已经在了。而且我们还在纳闷呢，明明你身边就有这么多吃的，嘴边上还沾着果汁，到底是怎么厄运过去的呀？是这样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么说来，之前一定是我的邻居来过了。邻居？这附近还住着其他人吗？这么说，难道你也能看见他？喂，刚才你在这里遇到了我们之前见过的奇妙生物，然后就突然做了个奇怪的梦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不过我觉得旅行者说的都是真的，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次像这样不小心吓到了我这位怕生的邻居。放心吧，他没有恶意，他把你拖进梦里只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，好让自己能够赶快溜走罢了。海巴夏，你的邻居这种小生物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不过我知道他们一定和草神存在着很深的联系。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他，这是我意识成功接触到世界树的那天。当时我从冥想中睁开眼，脑子里还因为涌入的知识嗡嗡作响，心脏也狂跳不止。突然间我发现洞口边有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我好奇地向他走过去。他应该是已经习惯了我在附近活动吧，所以并没有提防我，还在自得其乐地做自己的事。直到我蹲下来看他，他才猛然意识到我其实是能看见他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做了个梦，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了，但过了几天后，我就又在附近看见了他，而且还有他的其他伙伴。最近我能感觉到他已经不那么害怕我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刚才竟然来救我了。嗯，是啊。哦，对了，缇娜里在信上说，关于世界树，你有不少问题要问我。不好意思，虽然已经喝了不少果汁，但感觉胃里还是空空的。我们去给海巴夏做点吃的吧，之前缇娜里准备的便当都掉在地上了，而且我也饿了，等会儿我们可以吃完饭再慢慢说。我们就做甜甜花酿鸡和萝卜时蔬汤吧，这两样也算是我们的拿手菜了。哇，是没吃过的外国菜，真是太期待了。老实说，自从缇娜里上次来过之后，我已经好久没吃到像样的饭菜了。接下来就把它们放在缇娜里给我们的便当盒里吧，刚才我已经好好洗过了。好香啊，这份便当的外观也不错。走吧，我们去和海巴夏一起吃饭。
经做好了吗？我很不擅长做饭，能吃到你们做的菜肴实在是太幸运了。虽说已经读了缇娜里的信，又听你亲口叙述了一遍，但你第一次闻到灵芬香就连接上世界树这件事还是太让我震惊了。我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，在教令院的学者当中已经被称为天才了。要知道有些学者可能花上一辈子时间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。这种熏香为什么能让人连接上世界树？因为灵芬香使用的原料主要来自几种大慈树王创生的植物，它能够激发我们对草神力量的感知。既然草神力量的根源是世界树，我们就也得以偶尔凭借它的力量窥见大地深处的异域。嗯，不愧是能和世界树产生连接的人，你的理解力很好。好吧，不过他为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对植物的味道感到难受呢？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体质比较特殊，在熏香的刺激下，他对草神力量的感知被过度激发，导致了一些紊乱。一旦闻到和灵芬香成分相似的香料，身体就会产生应激反应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你已经没事了。虽说你还是会对草神的力量很敏感，但如果不是用特定的冥想方法，灵芬香都不会对你产生影响了。那就太好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羡慕你的感知力，哪怕让我一辈子都心悸头痛，只要能连接上世界树我也愿意。哇，没想到你对这件事这么执着。没办法，谁让我是个学者啊。我是教令院明论派的，主要研究星空与生灵命运的关联。然而关于星空，实在是有太多的无解之谜了，因此我只能向全知的世界树发问。可惜我的感知力有限，既没办法让自己每次都能找到世界树，也没办法保证自己的精神不会被它摧毁。我现在的修行阶段叫做灵居狂语期，须弥有许多学者都在这个阶段在探索世界树的时候疯掉了。先者们说，因为世界树里存在神明的知识，如果我们在自身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触及到他们，头脑是无法承受这些的。所以我们为了让自己精神稳定，也为了不连累他人，只能尽量一个人带着。从世界树中获取知识竟然这么危险，海巴夏，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当然害怕，尤其是在没有月光也没有虫鸣的夜里。不过最近自从我知道附近生活着一位小邻居之后，就没有那么害怕了。能够看到他，一定是因为草神在庇佑我吧。说来奇怪，他明明是智慧之神的使者，却偏偏有着让人做梦的力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种能力听起来还挺符合神奇生物的印象的。因为须弥人几乎是不会做梦的。还有这种事？在须弥，只有小孩子会做梦，大人们却好像都不会。先者们说，智慧也意味着理性，而梦境中的东西往往既没有理性也没有逻辑。在梦里人们经常被自身的忧虑所困扰。在贤者的观点里，须弥人不会做梦是身为智慧之神的大慈树王的恩惠，让我们远离了那些睡梦中愚昧的妄念。我出生在须弥城的学者世家，从小父母就告诉我，什么时候当我不再做梦了，也就成为了大人。我努力的学习，成为了教令院的学生，然后是研究员。我果然再也没有做过梦，可是就在那天，被我吓到的他却突然让我做了一个梦，真的好神奇。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在梦里看到了什么，可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回到了童年。儿时的我明明是那么蒙昧，但却无所畏惧。说不定梦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坏。将来如果你们到了须弥城，
可不要对其他人说这些奇怪的话，否则会被人笑话的。对了，海巴夏，对于他在世界树那里见到的东西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不好意思，暂时没有什么头绪。不过在世界树那里看到的东西，肯定是一些确实存在的记忆。世界遗忘我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是我能突破现在的灵居狂语期，到达寂静圆满期，应该就能知道些什么了吧。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路过这里，就过来找我吧。不用谢，你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、啊、而且一想到又能吃到你的手艺，还是挺期待的。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了海巴夏的安全，想知道的东西也问过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化成锅吧。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可以再来问我。虽说我的邻居让你做了个梦，但他似乎并不能控制这个梦境的内容。你的梦最后好像有点可怕，大概是因为你的内心深处在忧虑什么吧。别担心，在现实中你一定能度过难关的。虽说身为虚迷人的我不会做梦，可以省去这些烦恼，不过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因此失去了什么，真是奇怪。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可以再来问我。虚迷的学者们会利用灵分箱连接世界树，从里面获取知识。这个过程虽然危险，但我们认为值得。关于你看到的那些东西，我无法得知是什么，因为现在的我还没办法抵达世界树那么深层的地方。希望将来我能够突破灵居狂语期，获得真正的智慧。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可以再来。我听说森林里的孩子们经常会谈论精灵之类的东西，但我是虚迷成长大的，小时候就没怎么听说过这些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父母对我管教很严，不太让我和其他孩子玩的缘故，估计他们现在也不会相信我的邻居存在。哦，对了，说起他，我觉得他好像能够预测提纳里的到来。有好几次他本来在树下玩，结果突然就警觉起来，马上跑得没影了，然后过不了多久提纳里就出现了。说不定下次应该问问提纳里这件事。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如果还有什么想知，再见。如果你们路过这附近，可以再来找我，我很乐意和你们聊聊。提纳里，你不觉得这种拒绝的理由就是在避重就轻吗？我知道你是许宁官，修复死鱼是你的工作，但你也知道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卡瓦贾大人已经说了，你在须弥城能做到的事将关乎整个世界树能否被治愈。既然这样，你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？哎，别这么咄咄逼人，好好听他解释。我们是来请提纳里回教令院的，不是来树敌的。卡瓦贾大人，劳您亲自前来实在是过意不去，但我只不过是个巡灵官，实在不像是能为您这位知论派的泰斗帮上忙的样子。还不是因为你之前的信一口回绝了你的恩师，让他这个生论派的贤者大人好生丢面子，所以老夫这才替他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以恩师的脾气一定要亲自来骂我才肯罢休呢。提纳里，你的恩师也参加了这项工程，现在他很需要你的力量。卡瓦贾大人，老师他需要我帮他做些什么？你到了须弥城就会知道了。我需要去多久？现在还无法确定。您是想说，虽然您亲自来了化成锅，可之前我在信中询问老师的内容依旧全都不能回答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恐怕我无法给您肯定的回答了。提纳里，你……哎，罢
我们走吧。缇娜里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教令院的人希望我能去虚名城帮忙，可这边的事物也走不开，所以我拒绝了。对了，你们在海巴夏那里还顺利吗？嗯，虽然有点小插曲，不过他现在平安无事，我们也问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。那就好，既然你的身体已经恢复，我也没有留你们在化成过的理由了。你们接下来要去虚名城对吧？嗯，我们想要见小吉祥草王，有些事情要向他请教。缇娜里，你知道要怎么见到他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并不知道觐见的办法。那你知道我们到了须弥城应该向谁打听见他的办法吗？让我想想，我在须弥城待的时间不长，认识的也大都是做研究的人。这样吧，我写封介绍信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去找一个我认识的生轮派研究员问问看，他消息比较灵通。另外，在你们进入须弥城的时候，应该会拿到一样东西，虽然我觉得不一定能帮上忙，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。哇，是什么呀？它叫做虚空终端，那是教令院利用大慈树王大人留下的遗产制作的工具，也有人说它是让须弥真正成为智慧之都的基石，教令院的人会教你们怎么使用它，我就不越俎代庖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须弥城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没错，缇娜里，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克莱说。他现在好些了吗？嗯，已经好多了。因为他躺了太久，我让他在附近散散步，然后就看见他往北边的路口去了。他知道你们快要离开了，应该是到那里去等你们了。谢谢你，缇娜里，那我们就走啦。再见，祝你们旅行顺利。回来了。不对，现在好像不应该说这个，还是对你们说一路顺风吧。克莱，谢谢你在这里等我们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须弥城了。嗯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养病，而且我的情况还好，并不会经常发作的。我可是巡灵员，还要和大家一起守护雨林呢。还有，不好意思，一开始没告诉你们我生病的事，因为我想和你们做平等的朋友，而不是获得你们的同情。不过朋友之间果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彼此真诚相待。克莱，你不需要道歉，我们才要谢谢你的信任，愿意告诉我们过去那些事。我们肯定也会担心你的身体，不过那单纯是因为对朋友的关心。谢谢你们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口袋饼的菜谱，我之前说过要给你们抄一份的，字写的不太好看，你们可不要笑话我。哇，太好了，这样以后就能经常吃到这种美食了。希望你们在品尝它的时候也能回忆起在化成锅的时光。那么最后，见习巡灵员柯莱祝二位旅途顺利，欢迎再次来化成锅做客，我们巡灵员一定会竭尽所能为您提供帮助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在须弥城能够见到草神大人。已经好多了，明天开始就会重新回到巡灵队伍里。虽然现在暂时没办法帮师父处理死狱了，不过我会做好其他的事。对了，如果你们最近见到安博的话，能先不要提起我的病吗？虽然安博知道我之前的经历，也知道魔灵病，但最近病情略有加重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，我不想让他太担心。不过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亲自告诉他的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在须弥城能够见到草神大人。好，
师傅会做饭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吗？他的手艺很不错，不过口味要比普通人淡很多，香料也不怎么放，因为他的舌头和鼻子都很灵敏。上次我做口袋饼时不小心放多了调料，师傅吃了之后打了一路的喷嚏。当然我也被他口齿不清的念了一路就是了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在须弥城能够见到草神大人。再见，一定要经常回来玩啊。虽然师傅不说，但他肯定也很希望能再见到你们的。